原来我没有忘记十年的约定。爱丽丝埋在时空胶囊内的笔记本，为什么会说我守护不了？守护不了什么？爱丽丝忘记不了的又是什么？被你欺负的那13年就该停止了呀，怎么可能会忘记？我们一点一滴的慢慢想起来就好。永远不变是真的吗？今晚9点，东森综合台，我和我的17岁。